Hello， 各位，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现在要去的地方，很神秘，然后也很酷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到已经播出了这一集内容，但我来记录一下我来拍摄的过程。请进。现在在这个摄影棚，然后待会我要在这边做一个小直播，顺便记录一下我们拍摄的过程给你们看。拍完封面照，待会直播后会先发一个封面照，然后发完之后我们就会润一下稿，应该是这样吧。然后待会就开始准备待会的直播。没有，我现在在写大字报当中。你们如果现在看到我这支影片的人还没有看这个直播，请你点下方的 Facebook 链接回去看。没有看的人就完蛋了。哎，好想偷拍。教练，撒招。要直播，你看他们还在那边趴蟑螂多久？啊。还好不是八点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。对。还不能发出声音的。走脏了，我想你了。啊 ！Sorry。好 man 哦，好 man 哦。这很恶吗？还好吧。很恶啊，那是放在那边。太感谢你了。你看，没有看的就会有蟑螂出现。超赛亚力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泽瑞。外套跟长裤。OK， 那我们就看我里面穿什么吧。好，等我一下哦，脱一下裤子。你要稍微感觉你的大腿后侧三步旁边，来把你的屁股两个髋关节，它是把你的保护动作稍微分解开来。接下来拜托时间不要错过喽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哦，全身都流汗，好紧张哦。我那一直有点卡住了。这样子。哦，结束了，全身汗，好紧张。原来直播跟录这个 vlog 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对你们镜头讲，讲错就可以重来。然后在那上面超多人在看我，而且我不讲话全场就干掉，好紧张。然后之后还会再来一次，希望你们有机会也可以多多看一下我直播内容。然后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分享一些有关于跑步的知识性给大家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片到这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喜欢并且分享，这边可以订阅我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